声不息，嘉年华正在热播中，而第三轮录制歌单也被曝光，王心凌、周深二人首次合作。第三轮录制大多数都为合唱，陈楚生和周深两人则是合作带来郭顶的歌曲《凄美地》。我是叫梦的人啊，常人若是流连忘返啊，等潮汐来临，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。周是通过芒果台快乐男声出道的歌手，今年还参加了 P 歌3，并且夺得了冠军，目前他的人气可以说非常高。周深则是目前内地最火的歌手，他的音色特别好，也非常适合这首歌曲，而他与陈楚生两人的合作，网友们也都非常期待。曾经这里是无人之地，为何没留下有效地址？肆意的消息，迷失的誓约，没有音讯。如今这里是风和日丽，等你再回来，雨过天晴，看夜幕将近，我又能记起你的样子。是陈楚生，你们喜欢我不咯？大家还记得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那个龙龙跟我打了招呼，我没有回头，记得吗？大家记得吗？在唱歌的时候，我跟古巨基一起合唱，大家喜欢那首歌吗？所以我决定，以后只要我在这个镜头面前呢、啊。这也是我真心的。除此之外，周深还会和王心凌合作带来王心凌的歌曲《睫毛弯弯》。王心凌去年参加了《浪姐三》，在初舞台凭借一首《爱你》成功翻红，而这首《睫毛弯弯》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。这次与周深合作肯定会碰出甜蜜的火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也是周深与王心凌两人的首次合作。王心凌被称为甜心教主，而周深的音色也非常适合情歌，因此他们二人的合作舞台早已经有很多网友期待。孙楠将和汪苏泷合作带来英文歌曲 No Dear in My Heart。 宋亚轩与容祖儿带来纪念日，古巨基与胡彦斌带来给给，陈楚生与汪苏泷带来拯救。
古巨基与宋亚轩带来《有共情》，孙楠、胡彦斌、容祖儿带来《但求疼》，男队会合唱带来《曾经的你》。将由王心凌、郁可唯、黄绮珊、谭维维和飞行嘉宾维利安带来《一生有你》，而黄绮珊、王心凌、郁可唯和韩红四人则是单独带来歌曲《傻瓜》《爱情》《暗示》《虎口脱险》。所有嘉宾会全员大合唱《快乐老家》，宋亚轩和容祖儿会带来《纪念日》，古巨基、胡彦斌带来《给给》，陈楚生、周深带来《凄美地》，孙楠、汪苏泷带来《No Fear in My Heart》，王心凌带来《爱情》，郁可唯、维里安带来《春风十里》，谭维维带来《阿果》。黄绮珊带来傻瓜，韩红带来虎口脱险，谭维维一人单独演唱阿果。这首歌曲是谭维维2020年发表的一首歌曲，该歌曲讲述了一位侗族女孩的故事。除此之外，谭维维还会和维里安带来《龙里电丝》，这是一首说唱歌曲，由李文杰、李芝诺、张庭瑞、小娃音乐社、原野、蔡昌林、延安联合演唱。这次谭维维与维里安两人翻唱这首歌曲值得期待。维里安是台湾年轻代歌手，他是以飞行嘉宾身份参加节目，而在今年年初他还参加了生生不息宝岛季，而这次参加嘉年华还会和郁可唯两人合作带来陆先森乐队的《春风十里》。目前生生不息嘉年华已经播出四期，本周六将播出第五期节目，目前第五期节目歌单已官宣，分别是男队的葫芦七兄弟带来经典歌曲《曾经的你》，这首歌曲是许巍的代表作之一，近年来在短视频平台也非常火。